哎，大家好。哦，我的网络好差哦，我怕等下播一播，网络就会变很差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等下哦，我先给大家播一首我最近在听的歌，它叫做《湘江中路》，湘江好像在长沙吧？等一下，我好哦，有，来，双达菲的，然后它是那个电影《年会不能停》的片尾曲，但是我还没看过《年会不能停》，我想说最近来看一下，听说很好看，就是一个喜剧。上次公演后，那真的，对啊，那确实啊，还蛮久的。今天还准备了哦，数学，大家懂吗？数学，我写了一整个下午，真的是快要学测的时候，真的会就是感叹之前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，然后要复习的时候啥也看不懂。我还在想晚餐要吃什么。我等下想要去买手摇诶，等我妈妈回家。诶，我的红笔忘了带上来。Oh no！算了，我不管了。晚餐还没吃吗？晚餐还没吃，因为刚才吃了一个半个满分。就我午餐吃了一个火鸡面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用。我想说它是黄色的那个，我想说它是黄色的那个，我就想说应该不会多辣吧，然后结果哇，超级辣，然后辣的我就是我还加牛奶，因为我把它辣酱全部加进去，然后我还加牛奶，还加了一片起司，我就吃了2个半小时，就光吃那个晚餐，超诡异。那我要现在再往后，因为我不想要看到我的睡裤。晚安，晚安。快乐的晚在江边大喊，日出多值得。在这个无人问津的夜，你是否还来往的车，都只是路过。对啊，我午餐吃了2个半小时，然后刚才又吃了一个马芬，所以我还没吃早餐。然后我等下想要去买手摇饮。太棒了！刚才又吃了一个马芬，所以我还没吃早餐。然后我等下想要去买。没收嘛？他说我一天只能看一个小时的手机，然后我去。看这个直播，不然我真的会非常非常尴尬。卡了，真的假的？你知道我家自从就是地震之后，就是上地震之后，就是上地震之后，然后我都一直都蛮差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超问号的，超问号的。戴帽子，有哦，对啦，好啦，随便啦，随便啦，不要过于猜测。哦，给电影人的情书我也很喜欢。耶、yeah！我真的好久没直播，我耶、yeah！我真的好久没直播，我。网络公司没有因为我。网络公司没有因为我质量就是能用就好。一天一小时哦，主要是我还是会啊，就是假设有自习课什么，反正我是那种就是不管给我什么规定，我都就是不管。谢谢俊生，不管。
谢谢俊生，对，跳得很可爱。不管，谢谢俊生，对，跳得很可爱啊。我的 IG 终于有1000追踪了，赞！给电影人的情书哦，我最近在学这首歌，就是最近不是在学声乐，然后正要学这首歌，很好听哎。而且我学，然后正要学这首歌，很好听哎。而且我觉得单依纯唱歌真的好好听。慢慢伸手，黑苦苦的追求永恒，黑苦苦的追求永恒，真话却颠簸无常遗憾，你苦傻的追求完美，是一直给误会，给伤害，给放弃，给责备。破千追踪，快乐。结果我发现我好久都没发东西哦，就是真的。姐姐还问我说，就是曼玲你怎么那么久都没有给我审文，然后我突然想到，哇，好像真的很久没有发东西，然后这两天就一直狂发，你们有发现吗？不过刚好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爱学院风，你们一定要去买学院风。学院风是一个完全就是我爱的啊，韩系女高风，太爱了。我喜欢美式女高跟韩系女高，我真的热爱学院风，热爱。我还我自己也有买一些学院风的衣服。还在考试吗？没有，考太烂，手机被没收。对，最近就是大概是，礼拜五、礼拜六吧，礼拜六比较多。好，拜了，等一下。其实如果这样的话也蛮好看的，我到时候直播间。对啊，最近一直在，哎。说多了都是泪，因为我妈觉得我成绩退步太多，从前五变成倒数五，这样超诡异，超诡异！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然后我就OK 啊，没收那就没办法，反正我都会带 iPad 去学校，所以还好。对啊，再不到两个星期就公演了，赞，快乐。与爱，晚安晚安。真不过是你寄生之树银河里，还是你灵魂的徜徉地？真不过是你无心的梦，偶然留下的梦，尘世梦。一身外身，做银亮色的梦。一身外身，做梦中梦。对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退步，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看书的时间都差不多，但是那成绩会退步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太内卷了，所以我打算也卷回来。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兜粉来看曼玲的内卷日记。结果前两天手机被没收，差点就发不了兜粉。然后看一下哦，退步很多。对啊，前排变倒数，我超问号。谢谢吉米周送的告白气球，本来是一个很强的人的锁，那时候很强的时候是高一下的时候，就是哦还没进来，还没进来的时候，那时候超级猛的。但其实不是因为进来所以成绩退步，是因为就是整个人都变烂了，所以成绩退步。回家都没看书，不会啊，大家回家都会看书啊。
只有，哎，不行，我真的要认真，我要拼搏一把。倒数287天读书，拜托让我考上大学，拜托让我考上大学。哦，有啊，老师超关切我成绩的，老师每次都一直把我叫去骂。我已经承受了太多，只是，哎，没办法，拼一把，学测完就拼不动了。我们最近在复习指数对数，那个是我的绝对领域。爱拼才会赢，素。我很喜欢房东的猫的歌，就我很喜欢那种，那叫什么民歌。哎，是那个风格是叫民歌吗？就是民歌的，对。老师就来看公演，加油加油！哦，我最近这都没有分享过，我们班最近在看《甄嬛传》，超级好看。我每天，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没有很看，一开始没有认真看，我一开始超级不屑。我就想说，干嘛看《甄嬛传》啊？奇怪、欸，不会看这种一点刺激的东西吗？就发现《甄嬛传》也超刺激的。你没有看过《甄嬛传》吗？真的很好看，《甄嬛传》真的是 ，Oh my God， 真的太经典了，很久了，太久了，我真的觉得好好看。天哪，而且我有些地方看不懂，然后我坐我后面那个女生好像看过很多次，我就一直问她，然后她都一直回答。谢谢一直走在路上的竹轮送的一颗心。没有啦，午餐时间看，大家午餐的时候都在看，然后真的很精彩。我们现在才看到那个是谁，我们现在才看到，就是甄嬛变成贵人，她是婉贵人，然后对，差不多那边，蛮全面的。希望学测前可以看完，看不完的话我就自己回家看了。看。我想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跳出去的话，你们还看得到我吗？这是困扰我大概半年的问题。我真的很想知道。这样感觉会跳一下，对不对？就不会动啊？好吧。这样我就，因为我怕有讯息哈，我怕有讯息，如果要回复的话，这样，QQ， 我之前跟我妈视讯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妈出去，然后我跟我妈视讯的时候，我都会把荧幕缩小，然后边滑手机。如果爱忘了也很好听，送给每个忘记的人。Rumor 练多久啊 ？Rumor 练了，本来是预计就这样说吧，本来是预计，本来是预计，我想一下那时候几点啊？6:30拍，结果九点多才走，善用时间，主要是专注力不够。泪不想落下，就是大概是那么久，其实蛮久的，从6:30到9:30，对，蛮久的。我还在学校化妆，超好笑。有特别去请教哪个前辈吗？哦，他们那时候练的时候有，但我那一天刚好没空。然后那时候请教小琴前辈他们，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听到，因为我那天没有去。挑战全曲不合适吧？不合适，不合适。
哎，对啊，进错了。如果爱忘了，就放他走吧。对啊，好可惜哦。想学全曲吗？很累。Locking 哦，我没学过 Locking 哎，说实话，就我其实学过蛮多舞种的，就那种你们听过的，我几乎都学过，但我没学过 Locking。我们是怎么分组？我也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分组的，我真的很好奇我们是怎么分组的。姐姐没有跟我们说我们是怎么分组的。不知道哎，很想知道，说实话，非常的 curious about 啊，就是对，空空身高组，不是身高吧？我们的分组就是我们都是摩羯座，是这样吗？其实不知道哎，我们刚好只有我们是摩羯座。只有我们三个，全部 TP 只有我们三个是摩羯座，那个弯弯是双鱼座，可能是摩羯座组吧。但是其他组的人星座也不一样哎。我是摩羯座，我是12月23，就是摩羯座的第一天。12月22的话就是射手座，我是 Ray， 我其实不知道，但是我是 Ray。真的吗？我们这个组合很妙吗？为什么？哦，我掉头发了。哦不，我所剩不多的头发还掉，怎么可能？晚上好，小雨跟我差不多高了。小雨很高哦。小雨超好笑，小雨每次都会帮我化妆，然后敷口红什么的，而且她的口红颜色真的很好看，我买了一个跟她颜色很像的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我很射手座，我觉得我超级射手，我完全不摩羯座啊，因为摩羯座都是那种对学业那个工作很热情，我毫无热情。对不对？我也觉得我很不摩羯座。晚上好。我觉得我超级不摩羯座的，我可能是最不摩羯的摩羯。但我觉得我们三个都很不像摩羯座。好了，珍珍可能有一点点像摩羯座。哦，这个头发缠住我的那个橡皮筋了。对不对？我超射手座的，我根本就是完全就是射手座的感觉。其实只差一天而已，在写功课嘛，没有在复习。通常不写功课的，因为没有要说的话就不写，没有要检查就不写。这个发圈真的会哎，我头发变少就是因为这个发圈。哦。还没吃早餐，不是早餐，还没吃午餐。空空不是空空是这首歌，我以为空空是另外一首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帽子，我这个帽子已经戴过很多次了，我觉得很好看，我妈妈跟我去买的。你们觉得我的帽子怎么样？硬要讲。哦，我的头发还在这边呢，好可怕。这个发圈超难用的，我很讨厌这种细的发圈，不喜欢不好用的发圈。怎么好像在你眼中？很小的戴帽子的话，其实我脸感觉没有很小哎，其实，因为有用瘦脸。刚好陈理老师很红吧？我记得他蛮红的，很红。摩羯没自信吗？摩羯感觉也很有自信哎，真的、哦。但我觉得我真的很射手。哦不，我的双眼皮贴，救命！今天好可爱 ，Thank you。
其实不止今天，好吗？到底在讲什么啊？稍等，让我算一题数学。今天好美 ，Thank you， 普普通通啦，没有很美好。OK， 好难哦，我要发疯了。C 等于450。Oh my god！ 真的，谁爱写谁写哦。呵呵，不想要算。黄色围巾是心里红的雨。哇，哦，是哈，是哈，好像是，好像是。歌红人不红，我记得那个也是啊，那个飞儿乐团的那个。啊，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，但是他唱歌真的很好听，就那个绝爱的那个歌手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时间停止那一声雨，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，闻你的呼吸，一眨眼。一瞬间，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。450乘上2/3的2/3次方，等于 k 根号6。Oh my god！ 我要哦，对对，张文婷老师，快三这题薪水对。我真的每次写功课都会发疯。我笑了，除了你还是你。我们如果有一次错过，不敢牵起你的手。如果没有如果，等待后天来的时候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。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，闻你的呼吸，一眨眼，一瞬间，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。3/3 9，900根号6，100根号6，但是100根号6，100 K 等于100。公主唱歌好听 ，Thank you。唉，我以后来开一个，我跟你们说，等我学测考完之后，我觉得要开一个直播，就是解答学测，然后每一科都一遍这样。我觉得我到时候，我觉得我到时候考试前可能可以开一个解题频道，然后你们到时候就把我推荐给其他也是高三的学生。然后来听我讲题，可以吗？大家，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，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，闻你的呼吸，一眨眼，一瞬间，你瞬间我的注意。感觉很适合我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会讲题，但是如果要讲给大家听还是绰绰有余，年年有余。我的法圈掉，oh my god， 算了，不管，反正它很难用。K 值是什么啊？对，我真的要发疯，我好难哦，蛮有趣的。到时候大家有什么就丢那个大家有什么就丢那个兜粉的那个聊聊，然后呢，我就帮大家解题，好吗？感觉非常适合。我就变那个老师。
你曾是少年也是我很喜欢，你曾是少年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送给大家，不是送给大家，我现在没有在唱 ，sorry。天真离开我，你却没说一个字。你真是挥挥手，便扔掉废纸。情节里面，想看到人生冬天。也许再活上几年，你也有张虚伪的脸。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今天比较有在写题目，谢谢。主要是因为数学，就是你需要看很久，你才会看得懂。了不起的人，却在平行相爱碰撞，甚至后天要到无人醒来，站在经过的阳台，只剩这无边灯火都跑出来。许多年前，为什么这个版本？双眼奔跑起来，像是一的闪电，想看遍这世间的远方，感觉有双翅膀，飘向洱海。这是我朋友去韩国送我的汉堡笔，超可爱。个人脚步付出自己一生，相信爱会永恒，相信每个陌生人，相信你会真的遇到爱的人。哇，我今天超级晚起床，其实没有到很晚，我今天好像12点前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昨天3点睡，因为呢，下午的时候我爸给我喝了半杯咖啡，然后我就睡不着了。我想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，相信沿着世界去最遥远的远方，感觉有双翅膀，能飞越高山和海洋。我总是个朴素的少年，爱上一个人就这样付出自己一生，相信爱会永恒，相信每个陌生人，我是接触相见，但我曾经是少年。为什么这么难啊？谁爱写谁写，我只想说，就是每次写数学的时候，我只想说，谁爱写谁写，我真的是没办法呀，大家。高中生，高中生，没关系，努力好吗？努力，努力。再听一次，再听一次，向江中路真的很好听。还是救命良药，良药苦口。数学真的很难很难，好可怕。
谁在讲故事？真的跟大家推这首歌。我是说抖音滑到说哇。三两人经过，路中央有人在唱歌，我蹲下听着，他也望向我。在这个无人静的夜，你是否还记得自己曾快乐，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，日出多值得。在这个无人静的夜，你是否还记得自己多失落，失落地望着来往的车，我只是路过。是庄达菲的湘江中路，它是电影主题曲。谁在讲故事？无处停留的我，绕着江若无其事，三两人经过，路中央有人在唱歌，我蹲下听着，他也望向我。在这个无人静的夜，你是否还记得自己曾快乐，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，日出多值得。在这个无人静的夜，你是否还记得自己多失落，失落地望着来往的车，都只是路过。这首是就是反正它是民歌嘛，然后我觉得它的歌词就是写得很，就是很打动我最近的心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跟我最近的心态很像。我看一下它是什么，就是感觉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努力，就是你要自己带给自己很多力量感觉。而且庄达菲真的是一个很有气质的人，超级超级有气质，我真的很喜欢她，她好漂亮。校园民谣吗？对，我真的好爱好爱民谣。哦，对了，她叫民谣了，我告诉你那时候在讲什么。而且这首歌是他自己做的，这是他的歌，就觉得很厉害。就是他看起来，他其实是一个演员，然后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歌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很 touch。最近每天听很多很多次，小美满也很好听。最近在听周深的歌，因为想变得很唱歌好听。哦，我最近在看那个谢谢你。哦，我最近在看那个谢谢你。然后我就觉得努力，坚持，坚持。人生就是一场秀吧。很多人说人生就是一场秀，反正你经过了，过了东西，它就是过了。晚上好，等一下，我要先看看这一集怎么。哦，对，我没有去看电影《热辣滚烫》，我很想看《热辣滚烫》。暑假的时候会去，一个地方待两个月，学习新东西。其实我之前本来想要寒假的时候去菲律宾，就是那个
语言学校，然后英文可以变超好。哎呦，有点后悔没有去，想说之后再去，反正逼自己，对，坚持努力，大家都要坚持，好吗？心态稳住，你就赢了一半。对，高三努力，哦，高二也努力，高二下了都，好快哦！你们认识我的时候我才高一吧，我现在都快高中毕业了。我那时候签的时候我才高一下，哇，我那时候好年轻哦，才刚进高中。这首我也很爱哦，你快没比心了，为什么？现在没有啊，一开始认识的时候高一就刚进高中，然后现在快高中毕业了，还是有那个，我比没比心啊，哦，里面还有比心，我觉得比心从前面把它塞进去，比从后面放进去好，因为从后面放进去的话就要一直按。但是小学的时候笔芯就会一直坏掉。哦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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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，稍等哦。你们知道有什么饮料店会开到很晚吗？哦不对，开到很晚的饮料店我都不喜欢喝。我有一些口袋讨厌名单，有时候朋友问说，因为我其实很就是常常都是就什么都 OK， 然后有时候朋友问说要不要喝叉叉叉叉叉叉，然后我就说不能说的秘密，这个真的是我不能说的秘密。在暴雪时分，从高一哇，我从小学就被误认成大学生了，我真的超问号的。说出来 ，No way！ 左一上一不会有十根，然后左一下一会有十根，对，然后右移上移会有十根，然后右移下移不会有十根。晚上好，呵呵，我是不可能说出来的，好吗？我真的说实话，我不太是一个很挑的人，但是我真的讨厌那一家的所有东西。可是我弟很喜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有时候买饮料买那一家的话，我还是会硬着头皮买了，不喝饮料会疯掉。就是喝饮料大于讨厌那间店。给点提示，不可以给点提示，没有要猜这个东西。No。提示太明显了啦，我只能说提示就是我的提示就是，如果我给了提示的话，太明显了，就这样。十根笔只有一个。Oh、God， 是这么 Q？ 好难哦。好难哦。No， 太明显了。现在在念不是物理，不是物理，我是文组的，我在念数学。很明显。
my god， 真的太明显了，不是八十五度 C， 不可以用牌子玩 ，no， 不可以问是不是什么，我是没吃过八十五度 C 的。No way, no way。二次方加 b 等于二 x， 所以说，真的很难。谁爱写谁写吧，随便了，毁灭吧这个世界。哦，随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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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，你是我唯一的姐。言论了，我到底在讲什么啊？对啊，我真的很讨厌卡，为什么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相信我的网路不会卡的。晚上好，晚上。我觉得在暴雪时分的歌，要是他歌可以做好听一点，他一定会更出圈。我只能说。唉，如果你们有看剧的话，你们一定会觉得很问号。你也有今天听说很好看，哦，房东的猫真的很好听。时光一如既往，推荐推荐，虽然我没听过这首歌。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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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的我都。网络不稳定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吧？啊，完！但是我现在流量用完了，就是一个有点尴尬的问题。我打算最近多发一点东西，我最近好少发东西。我还没有猪哦，我没有猪，不可能通过第四项，屁啦！为什么不可能通过第四象限？等一下，大家，我有问题，我有问题。他都等一下，这个是等一下，铅笔的汉堡不可以吃，好像应该不能吃。这个他都已经通过第四象限了，然后他跟我说此图形不通过，不可能通过第四象。我真的很问号，我超问号的，为啥？给他折一下，然后明天去问人家，为什么不可能通过第四象限？怎么可能啊？不找你咬一口，我会把它拔下来。看我的。哦，我的笔戳到我的脚了啦！就好。
我来看看现在在干嘛。嗯，什么东西都跑不出来。播到几点呢？我不知道哎，播到我手机没电。哦，我好想要吃流沙刀啊！对不起，在看流沙包。会有人在直播的时候滑 IG Reels 吗？会不会看起来很怪？嗨起来！直播，发起直播还 Reels， 超诡异。可以啊，大家都一起滑来，来看一下最近有什么？最近有什么？都来，我的 Reels 都全部都是吃的。哇，这家看起来好好吃哦。看到我的 Umar 了，谢谢。前几天西门町又开了一间猫咪咖啡厅，去前先来阅读一下遵守事项，开始点餐，每人必须五百，你可以。呦呦呦呦呦！哎呦呦呦呦，不是，哦，我昨天才学，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拍了。我看最近都没有人，只有上礼拜有人在拍，但是我昨天才学，没关系，到时候再说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购买猫零食，猫咪听到袋子声音就全部都跑来了。好想要去猫咖啡厅啊！好朋友，哎呦，对，我来给大家唱歌。哇，大家成绩就是那个焦糖起司蛋糕，真的很好吃。我又刷到了，传给我朋友先，真的很好吃。哇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夏威夷餐。啊，又滑掉了。哦不，又滑掉了。哦不，我滑不到，我滑不到。哇，我想要吃那个夏威夷，没吃到起司条。哇，起司条也很好吃，余温吗？可是我感觉蹭不到，因为我还没拍。可是下礼拜如果可以拍一拍的话就拍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起司条我觉得也很好吃，它我后来发现它其实有就是在网络上有啊。哦，我想吃夏威夷，没看它，这是它网络上面的店，然后就觉得好酷哦。 You're gonna sha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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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ake。 看看这个。我真的觉得很久，等一下再一次。I want， 等一下。
哎、欸，我又忘记了。哎、欸，最后了，这间位。你相信吗？台北居然有可以看到极光的餐酒馆，哇，最浪漫的两。哇。希望能看到，我也希望能看到自己拍的。哇。有没有推荐台南的住宿哦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今天要来干嘛了。今天要来规划旅游行程，征集一下大家有推荐去台南去哪里，去可以去什么地方吗？有没有推荐？去台南可以去哪个地方？方快点快点啊！真的吗？哦，我知道，墨鱼市也跳过。想去日本吃巴斯克抹茶蛋糕，我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抹茶控。大家快点快点推荐我台南可以去哪里？台南没去过台南，好难哦！哇，软饼干，我想吃软饼干，我想吃软饼干，吃软饼干，吃软饼干。看一下那个，给我台南棒球场哦，但我不看棒球哎，好吧 ，QQ。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起了这种夏威夷反应？哦，对，台南，我知道那个奇美博物馆，对不对？奇美博物馆，然后，渔光岛在台南吗？豆腐冰，我喜欢吃冰，我超喜欢吃甜的，我超喜欢吃甜的。哦，我真的很想要，很想要出去玩。晚安，晚安。What can I say? What can I?Baby Monster 也好好看，哇，这个是谁 ？Grammy 吗？好好听哦，他唱歌爱吃甜，对我超爱。我超级无敌爆炸爱吃甜的，敌爆炸爱吃甜的，能不吃咸的我就不吃咸的，能不吃咸的我就不吃咸的，好期待去台南哦！等一下，刚发生什么？你们知道我刚才手都在这边，然后我就被跳掉嘞、欸？为什么？我最近常常手机闪退，我最近常常手机闪退。太可怕啦！好的，太可怕啦！好的，我两三天，我看那个《谢谢你温暖我》，我已经看到19集了，超级好看，而且很感人。我那时候看人家说，就是从13集之后，每集都在哭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偶像剧。还好吧，偶像剧怎么可能会一直哭呀、啊？然后，哇，真的很感人，很感人！天哪，太好看了！这是什么？机档都会突然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对，我本来想要去做那个皮肤管理，然后后来想说，我皮肤也没有到很差，但是如果做的话，可能就要常常去做，不然皮肤会变差，我就很害怕。哦，
哦，不不。我以后就是，我刚才要干什么？我又忘记了。台南行，我们来一起计划台南行，台南，台南美，台南美食。台南美食，吃三天两夜，吃饱十三间。哇哦，海老是虾子，对不对？哇，他这个好厉害！哇，抹茶雪糕。给大家那个一下，为什么都没有那个啊？都没有人，就是有来很哦，白糖果感觉很赞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台南行建议的地方？哇哦！鸭胸饭感觉也可以。鳝鱼意面是什么？我想吃银丝卷，我好想吃银丝卷啊。路边烤肉可以。炸银丝卷，台南行必备了。炸银，我真的很爱银丝卷。我那时候去吃海底捞，狂点，就不是狂点，你点了银丝卷，点了那叫什么黑糖的那个，不知道叫什么。然后，台南必吃五家餐厅。为什么我跑不出来？我现在是不是网络有点卡卡的？哇，有冰店，好好看！哦，我只喜欢牛，但我有点温体牛，我觉得有点，因为我喜欢很熟的牛肉，所以我就不知道可不可以。我比较喜欢熟一点的，就是蛮熟的。好想吃公园眼科的那个冰，还是我去台中啊？台南，谢谢光一送的温手礼。我来看一看啊！看起来好好吃，我好饿哦。午后的可丽饼哦，我可丽饼也喜欢吃甜的，我会比较倾向于甜。锅盔是什么？锅盔？哇，炸弹葱油饼！我喜欢炸弹葱油饼，蜜饯啊。伴手礼，带给我妈妈的伴手礼。哇，好多虾子哦，我好喜欢吃虾子。台南有虾卷，真的假的？我超级爱虾子哦，想见你同款。想见你同款。红豆牛奶冰，哇，感觉很赞，好传统哦，好喜欢哦。可丽饼哦，大总会是咸的吗？咸的可丽饼我真的不行，不可以。哇，好可爱，想见你真的很红哎。我看一下，毕业旅行不是毕业旅行，要去台南。台南真的很难很难呢，因为我也没去过，所以我就不知道有什么
台南的有名的那个好吃的，也不感觉去台南吃韩式料理很无聊啊，我喜欢泰式料理，喜欢泰式料理，我太爱泰奶了，泰奶是，哇，打抛猪，我喜欢打抛猪，还有说，哦，有一个超可爱的冰室，冰室那个冰的，可以。我感觉主要是去那边吃东西耶，因为其实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玩的。我那，因为我们跟你们说，就是呢，我下礼拜放假。丹丹，哎，我听过丹丹，我听过，好像很好，好像还不错吃的样子。哦，我喜欢妮妮卡奇高丽可爱冰室。就是那个冰的事，我要来台北市，对，放假哦，放那个全中，而且只有国中高中，我们本来要去做志工，结果国小没有放假，就没办法了，超 QQ 的哦。渔光岛真的在台南哦，哎，好哎，好哎，好欸，好欸，可以欸，跟朋友去的话，嗯，但是那个是不是要搭船？觉得没有跟妈妈去感觉好可怕哦。没有跟妈妈去感觉非常的危险。有点闪，做志工，我们要去那个育幼院做志工，然后需要小学生放假才行。有点闪，真的假的啊？多闪？多？非常吗？很酷欸。哇，哇，呵呵，超级闪哦！哎，真的没去过。截图一下，哇，好好玩哦。啾啾啾啾，来唱个歌好了，很久没有唱歌了，其实也没有，很久没有就是播唱歌了。大家这里有什么？大家对，主要是吃的，我继续找一下吃的好了。哎，我刚才东西有传给我自己，哦，穿了，只错两件，错了什么？去台南做了什么？静香跟觅食，我应该只会去觅食。哇，路边烤肉是不是很好吃啊？路边烤肉看起来好好吃哦，真的喜欢。哦，猪油拌饭我不行。啊，双生绿豆沙好吃吗？双生绿豆沙是不是很好吃啊？我之前也有看过。呜，好，肉梨包番茄，我有点无法。哦，我一定要去那个路边烤肉。什么？为什么要等两个小时？哦，哦，路边烤肉，昨天有喝啊？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他们说是有那个，他说绿豆沙很绵密，然后可以加牛奶。哦，好赞哦！
我来发给我朋友，因为我只是看到什么就发给我朋友说，哎，我们可以去那一家吃，超好笑。然后他们就负责那个。然后就不会等很久哦，不会等很久，哇，好赞好赞，双生绿豆沙，好，我先把它存起来，就是把它保存下来，然后呢发给我自己记录一下。哦，台中三间一股冷，等一下我为什么要去南柱顶牛肉汤？你吃过吗？哇，牛肉汤，家里的顺服牛肉。人气超高，品质真的赞，滑蛋牛肉鲜嫩可口，酱爆牛舌，总葱散，去酥快炒，牛舌带有多汁，顺爽舒弹，再来是很推的牛肉炒泡面，真的很入味，超级好吃，牛肉汤顺好喝，肉也不柴，每到假日人潮都很多，还好我们是平日来。哇，台南牛肉汤，台南牛肉汤，哦，可是我不喜欢生的牛，我觉得生牛有点太深了。一幅料理特别好吃，60秒告诉你三间台中必吃吧。第一间皮诺可可，很多人愿意为了这家店远道而来。这是前菜，也是下酒菜，它像一颗醋草蘑菇，闭上眼的双拼，我们都比较喜欢马格丽特。大虾意大利面，再加三分鲜。我就喜欢看影片看两杯。老板韩国人，料味嫩豆腐锅是对味的一道。马铃薯大炖鸡，还可以慢慢玩捏饭团的小游戏。说到这个，我想吃韩式捏饭。面在手很红，没想到这两种酱调和后，会有一股很特别的香味。价位 CP 值，适合大家分着吃。第三间牛安，那天天气很好，碰到跟日本排大拉面店搭配乌龙面，和牛原味拉面，肉片给的分量不够贵，汤头喝起来清爽带点甘甜，还会有弹牙的红豆内馅。推荐你。有间牛肉汤收掉了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应该不会喝牛肉汤，因为我喜欢熟，我喜欢非常非常熟，我喜欢九分熟牛排。哦，马吉松饼看起来好好吃哦，但我觉得松饼就是松饼。哎，路边烤肉看起来超好吃的，哇，它外带还9折优惠。花园夜市，我觉得一定会，就是那台南的夜市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现在对台南没有很了解，但是花园夜市好像还蛮有名的，我们应该会去花园夜市。哦，好赞，好喜欢哦！台南夜市，好期待哦，好期待哦！希望我妈到时候不让我去，因为呢，就是因为呢，我最近手机被没收嘛，所以我不知道我妈会不会到时候不让我去，这样的话会很尴尬，所以还是希望。祈祷他会。鸡肉都吃什么？哦，鸡腿肉。我其实不知道鸡的其他部位吃起来是怎么样。先不能考，不是我们这礼拜没有考试了，非常紧张。看一下哪间夜市，不是只有花园夜市哦，台南很多夜市哦。好哎。哪间有开就去哪间，我们打算应该是哪间有开就去哪间。哦，为什么他的牛肉只有彩椒牛肉串啊？为什么他的牛肉彩椒是什么？不要彩椒。啊，他有孜然羊肉，那可以。虽然我不吃羊肉，但我感觉还行。来看一下。我觉得要爆吃银丝卷。花园夜市六日都有，那好哎，哎不对呀，那我还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去，不知道我是平日去还是假日去，我们整个礼拜都放假哎。啊，这么尴尬吗？不行，算了，到时候再说，批人就是到时候再说。啊，好赞哦，可以定位。
菜来看看。银丝卷，对，我超级喜欢银丝卷，超级无敌爱。大东夜市跟武圣夜市，哦，好哎。我来看一下，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台南的住宿，不知道台南住宿我还没看过哎。美食到时候再看，主要是台南住宿，有什么推荐的吗？哇，这个好漂亮！哇，哎，好赞哦！其实台南的住感觉还不错。高空泳池哦，有点心动。高空泳池，到时候再分享。我到时候拍那个 vlog。就是那个台南行，这次一定会快速剪完，好吗？今天来推，但我应该不会去浴缸民宿。其实感觉住哪里都一样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明洞的 cave， 哇，好好看，六人房，我看到一家超好看的休闲农场，铁道饭店是什么？铁道饭店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清水呀！哇，好好看。哦，不对，包栋，没办法，太可怕了，有这种的、哦，我用 IG 找好了 ，IG 找感觉比较就是可以知道在哪里。到这个地方必须得去。在台南住进童话里是怎么样的体验？一进门，转头360度看见的家具都很缤纷可爱，随处都可以当一坨懒肉肉，还有一台大电视可翻转，特别适合 staycation。没有，这里厨房配备也太……又卡了。咖啡机完整。问题，你说住在这里是不是可以永远18岁啊？哦，对，这边有两间浴室，色彩童趣，完全无论。八人双层公寓地点，一人不用1000就能入住绝美包栋民宿，全栋采用欧式洋房设计，用红、绿、珠异国度假风格，采光和细节都出异国度假风格。采光和细节都能感受到用心，小角落适合捕捉面角，有独立吧台及庭院空间。现在还有卡吗？现在。都非常的用心。
现在在聊什么？现在在聊去台南要住哪里？去台南要住哪里？台南高 CP 值包栋民宿。去台南要住哪里？台南高 CP 值包栋民宿。台南高 CP 值包栋民宿。台南高 CP 值包栋民宿。他怎么每查到的每个都是包栋？哎呦，我刚按到什么？现在每个房间都有计程车，超大台南住宿房，走路3分钟就能抵达国华街的超高 CP 住宿。走进大厅，居然还有贴心提供泡面和饮料的贩卖机。为什么会这个？等一下，就是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继续写，好，继续写。卡的要在真的假的？可是我现在。谢谢今天的第三名光一，这样有吗？谢谢普拉斯送的带你去流浪，恭喜成为我的家族成员。哦，来我的名字，谢谢今天的第一名普拉斯，谢谢今天的第二名吉米周。谢谢今天的第三名咚哒哒哒，谢谢今天的第四名光一，谢谢今天的第五名一直走在路上的竹轮，谢谢今天的第六名蔡大大，谢谢今天的第七名俊山，第七名韩吉。第八名，谢谢今天的第九名朱里恩，谢谢今天的第十名 Free Plus， 耶！谢谢，好了，只是先念一下而已。但是好了，我希望他等一下不要再卡了，他真的很卡吗？他很卡的话，那很诡异耶，为什么会很卡？怎么可能 ？Oh my god！当我错过的大雨，握不住的盛夏，掉过的雨是你那一圈又一圈，我多像是路过你。我来，谢谢我，谢谢我哈哈送的空龙扛浪，谢谢韩吉送的月赛会员票，谢谢韩吉送的情人会员票，谢谢韩吉送的母羊座会员票，虽然我是摩羯座，谢谢韩吉送的群星会员票，谢谢韩吉送的最好会员票，
谢谢韩吉送的宠爱会员票，好多会员票。谢谢韩吉送的宠爱会员票。说的是告别，我知道跟我看了。OK OK， 我不住的盛夏，有过的云是你吗？一圈又一圈，多像是路过你的风，忍不住落回你眼中。为什么绕不开纷纷了分下，用几点分让风景我们记得。这部剧我去年暑假的时候有看，然后我没看完，因为我有点看不下去。但他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还蛮喜欢的，然后我还把他的小说看完，那个恐龙看了看了看了，真的很好笑。爱存在，我之前我跟你们说，我小时候追剧的时候看过日版的那个，哎呦，我忘记那首歌哦，《流星花园》。然后我后来看了台版的，我没看过，但我看了陆版的，还有日版的，日版的还蛮好看。我还是比较喜欢花泽类，我真的比较喜欢花泽类，不管是哪一版。对 ，F4，F4。我之前觉得那个。每一次落单，我的温柔让心跳崇拜。我要的爱却在你身上存在，不是你不会哭的笑的傻的像小孩。在一起不简单，别轻易说分开。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，依赖着你的我可以太高了，不是因为你，我相信爱存在。 Your eyes in my life, in my life。我明白爱存在。我要的爱却在你身上存在，要不是你不会哭得笑得傻得像小孩。在一起我想怎样，别轻易说分开。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，依赖着你的我可以轻轻不勇敢。因为你，我相信爱存在。 You're alive in my life。这情感谁都无法控制，偏偏爱你，我不管我不管，我就是任谁都无法应对。完
喜欢魏琪琪耶，魏琪琪她之前有参加，好像有参加创造营吧，唱歌超好听的。哇，我怎么会写错啊 ？Oh my god！ 真的放这首。哦，懂了懂了懂了，副歌。我的依赖，依赖是你的我。是不是又卡了？感觉。哦，写对一起。那个，我觉得多选能有办法成对，还蛮猛的。In my life， 忘记恭喜我爱就呀，我刚刚有恭喜我自己了，可以啦，我有恭喜我自己。有头发。就让期待。我要再听一次那个小美满，真的很好听。希望你们不要，希望你们不要。抽身上个真的很好听。来看一下范例五怎么写，我真的很讨厌写这些东西。小狗在教书，有很小风声在呢喃。Oh my god， 写错了。log 三分之四乘 log 四分之，然后念的好那个，乘上 log 六分之七。log 三分之七等于 log 七减 log 三。0.8451减0.4771。从简单生活出发，看见美好人生。有个朋友在图书馆读书吗？我朋友那时候考前一直在揪我去图书馆读书，因为我们家住很近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不是很想，不是很想去图书馆读书，还不如就是在家的时候想要干嘛就干嘛。有人讨论应该就不会讨厌了。写了那里吗？真的假的？四期有谁可以教我功课吗？四期哦，有有有有有，之前墨鱼有教我数学。0.3680等于36点，数一下，四三十七哦。真笔技术，真的是真笔技术哎！谢谢收音好，对，二。
一减掉 log 九 ，log 九是三的平方，二乘上0.477，是有风的地方。哦，好听，好听。说实话，不适合写连功课可以问。十五0.0458，0.3010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用个计算机。哎，我计算机怎么不见了？我计算机嘞。我的计算机不见哦，找到了，而且我计算机还可以有声音，给你们听听我计算机。哎，为什么没声音了？好吧，随便，0.3010除以，0.0458，0.0458等于6.572，6.5倍，好，6.5倍。高中可以用，我手机剩18点 ，Oh my god， 好像可以用计算机，用到我手机没电为止。有时候就跳出去了，可能是最近我妈把我手机关机太久。不喜欢换手机，完全不想换手机。有理数。手机累了，对，手机累了。Oh my god， 怎么会这样？有理数，哦，这真的很难呢。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感觉我公演加深水加直播乱世。没事没事，不缺不缺。哎呦，不会算数学，谁？我今天才问我妈妈说，可不可以代替我上数学课？我真疯了。哎呦，好难哦！可以不写了吗？我真的有一天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有一天会写到我这个人发疯。现在我感觉我手又被蚊子咬了。我最近在看那个《体验生》，哎呦，我不想要算数学，谁可以来代替我算数学啊？哎，救命！算了，我觉得高兴就好。已经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我还没有到最疯的状态。我现在还是可以控制我自己的状态。哎呦，随便啦，谁爱写谁写啦，不读大学了。对啊，这样才疯了，好吧？谁爱算谁算。我就是那个大怨种，哎，随便啦，写了又不会死，对不对？就写，我就写，我今天不写完我不睡觉。哎，好累哦。哎，我怎么是 BC？ 好，我最喜欢算数学了，
随机抽一位幸运粉丝，我现在把我功课寄到你家，你帮我写完再还给我，帮我写完那个公演见送的时候再还给我，谢谢。好可怕哦！谁爱写谁写啦！真的没有人可以帮我写吗 ？Oh my god！ 你们人这么多 ，Oh my god！ 你们人这么多，没有一个好心人士愿意帮我写吗？我可是，哦，好难哦！对不起。最近的状态是有点癫狂了。哦，这个可以，我知道这个可以。log 三的四减 log 二的五，哦，这个也可以。然后 log 三的四二的五 ，log 一三五的六。嗯，为什么？哦，这个不行，哎呦，我按到了啦。哦 ，position， 现在听 position， 我们之前跳过 position。离高中太久，我现在 就算我现在还在高中，我还是对我的那个，我也不爱读书，谁爱读谁读。对不起，跳那个之前表演过的舞。三八二十四乘上二三十，哎，为什么这个可以？来 ，On Monday， 啊 ，Me， 噔噔噔噔噔，写满，没关系，我把答案寄过去，帮我把计算过程写在空白处就好。这个要求好低哦，会不会？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太弱了？哦，我会了。楼上在公演写过题目，哇，真的假的？我以前也有想过要不要把功课带去，就发现我都一直拖拖拉拉的，化妆都快来不及了，别说什么了，说多了都是泪。I'm obsession for you. 好，我们来听今天第三次的湘江中路。但是我怕等一下播到一半手机没电，我先跟你们预告，就是然后随时手机都有可能没电。虽然我刚才已经念房歌了，应该可以。无处停留的我，有人在唱歌，我蹲下听着。有人在唱歌，我蹲下听着。有人在唱歌，我蹲下听着。耶、你是否还记得自己想的？然后就是感觉很有氛围感。在讲故事，无处停留的我，绕着灯火如骑士，三两人经过，路中央有人在唱歌，在这个无人问津的夜。你是否还记得自己曾经过失落的望着风的车风的路过为什么 log 50是2减 log 2啊
哦，哇，这个也要转太多圈了吧？网确实不太行，真的假的？啊？好吧，可是我也没办法，哎，好难哦。算了，撑完最后。自己曾快乐，快乐的无限在山顶呐喊，日出多值得。在这个无人问津的夜，你是否还记得自己曾失落，失落的望着那方的星河，或只是路。真的很难，其实他，我觉得他其实是最简单的啦，我只是在抱怨而已。其实他真的很简单耶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其实有时候说很难，但我其实觉得很简单。一起过夏天，帮你解渴，对 ，log 五十等于 log 一百减 log 二，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刚才完全想不到，我看答案的时候他也写不清楚。约定好一起过下个周末，你悄悄轻轻对我来说，想也不知为何，伤口还没愈合，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，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朵。是你让对。凑十的倍数，真的真的非常困扰我依旧。一瞬间的凝着我们的选择，一瞬间的凝着我们，一瞬间的凝着我们的选择。也是你让我染粉红色，只要你配乐，爱要精心来雕刻。七乘以十四。七乘以，哎，七十四，二乘七乘二乘三，爱情有点甜。一起过下个周末，你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我也不知为何，伤口还没愈合。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，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。是你让我，是你让我，只有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。你也轻轻的附和，缩放。对，我觉得放比较难。哦，对，我大学绝对不会学数，我大学绝对不可能 ，no way no way， 数学一点都不行。其实现在可以用计算机，108课刚刚听说可以用，但是我也没有很会用计算机。葡萄黄瓜，好了，哦，我不写了，我不写了。在我们剩下的最后十分钟，大家一起来，看一下这个。
用心刻画。哦，对对，用计算机的话就不是那种了。小美满，小美满真的很好听。他好想要去，他好想要去看，我好想要去看热辣滚烫。我之前都一直以为它叫热麻辣烫，结果发现它叫热辣滚烫，我超问号。去有风的地方，下一秒我在一路生花。哦，你们知道那个周杰伦演唱会派韦俊有去哦，超想去的。物理哦，没学物理，没学物理，没学物理，不可能会学物理的，永远都完全没可能。动力遇到那个瓶颈期了，会害怕。动力遇到那个瓶颈期了。会害怕，云走风下去，谁的天涯？那年可曾在哪里见过他？时间的沙拂过了脸颊，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。往事化淡忘，一路生花。护送那时的梦，抵挡过风沙。指尖的樱花如诗写，谁的韶华？护送的人爱家，带着温雅。我希望时光安稳，一路生花。放下雨中的人，藏在你脸颊。当夜在钟声里掠藏荡的鲜花。我静的夜晚，你在想谁吗？不会每天专门减肥哦，可是减肥也没有需要干嘛，除非一直运动。我觉得他不是为了减肥而减肥，他是为了运动而减肥。对，我是不能变胖，但是我变瘦不了。我不会，我不太会吃胖，我只是瘦不下来。起初是我感觉。如果要运动的话是几乎时间，但是很多东西就不需要花费时间。时间的手抚过了脸颊，他们谁都沉默。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鲜花。护送那时的梦，抵挡过风沙。指尖的樱花，如诗写谁的韶华？泛黄的热爱夹带着温雅。我希望许过的愿望，一路鲜花。护送年轻的人，藏在屋檐下。月夜在钟声里掠藏荡的喧哗。安静的夜晚，你在想谁吗？拍电影而减肥哦，对啦，拍电影而减肥，我觉得蛮强。如果说真的，如果给我拍电影的话，我也会减肥。真的很想拍电影。我的人生理想就是音乐剧电影，少吃多动。对，但是其实不太能多动，其实少吃，如果少吃的话就够了。胖不起来，什么鬼、啊？很烦呢、欸。那耳中的人藏在屋檐下。健身房，我是比较倾向于直接不吃，这样的话还不用运动。你在哦，《La La Land》是我的一生挚爱，我那时候看到感动到哭，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。这部电影就是我真的太爱了。Oh my god。为了艺术，我可以从50公斤减到30公斤。虽然我不是50公斤，不要 guess 我的体重，我可以减到30。我觉得一切都是艺术，不是宝莱坞。其实我还蛮喜欢印度舞的，但是不是宝莱坞那种。
我觉得学了艺术之后，就之前本来想说到底什么鬼啊，到底那些人到底在讲什么，但是学了艺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，真的很喜欢很喜欢，就是感觉快要变成艺术家了。30公斤，我可以 ，OK。30公斤，我可以 ，OK。我很喜欢。晚安，晚安。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？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？我真的好喜欢这种经典的歌，台湾偶像剧，好想要拍。不是，我是说我想要录那个 cover。哦，手机现在有点像。好好强，就很多歌手现场都好稳，好厉害。可是就是在大家面前唱歌，我会声音很抖那种。我喜欢舒淇，我其实都蛮喜欢的，那种乐团的 R&B 或是反正其他我都蛮喜欢的。我喜欢民谣歌，最近喜欢。你是我的追求天使，为我挡路障。没有谁能知道你在我心上。我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我？对啊，我觉得歌手那是能有一首歌，就是你只要有一首歌能被别人记住，我就觉得够了。幽灵幽，哇，那很久以前嘞。幽灵幽，可以叫依萍，叫依萍教我跳。幽灵幽很久嘞，不是很久啦，幽灵幽是他们之前的、啊。好啦，今天呢？就是呢，要准备结束了。下一次的直播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因为呢，下礼拜有那个放假，所以应该可以蛮长的。可能我觉得可能礼拜二、礼拜三这样子直播，下礼拜的，对。赞哦！我的手机要掉了，应该是对，应该是下礼拜，或是礼拜四，这礼拜四。不是、啊，但都在说哎，我觉得不能把目光看得那么长远，这个跟投资股票不一样，那个目光不能太长远。大家拜拜，兜粉见，可以兜粉聊。我最近很常那个放假开心，很开心。最近很常就是想要录一些东西，之前都一直不知道要录什么。昨天有事情哦，昨天有吃，昨天吃那个，昨天吃哦，我喜欢炸汤圆，我们昨天吃了一份炸汤圆，超级好吃，好的，拜拜。